陈宇，你过来。真阳，咱该去做核酸了。哦。下边排队。怎么这么长？是呀。那你做核酸吧。排到猴年马月呀。走吧，我们全小区做核酸。连小孩子都要做。是，你知道咱们小区有多少栋楼吗？40多号。是，40栋楼。只有我们这个小区全做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做核酸。走吧，走吧。成宇，怎么做核酸？我第一次做，我还没做过呢。有时候那些做核酸就往鼻孔里面，就往嘴里面、喉里面。那咱看看今天往哪里。我做不会。这边。我不会的，因为我现在做了2次，啥都没。姥姥也要做核酸，因为姥姥以后在这儿住，不做核酸的话，有可能不能进小区哦。来，走吧。姥姥也是第一次吧？嗯，没有做。我也是第一次做。3次。走吧，排队去做核酸。排老长队了，你们都做核酸吗？你们知道这里人挺多的，我听我妈说大早上的人是挺多。是，早上人更多，都是这么想的。我们现在是9点多，咱看能排多长时间啊？都是排的好长队呀、啊。我们就站在这儿吧。好多的人哦。嗯，你在干什么？玩游戏。再继续等。嗯。咱们那啥子要见。啊。毕业了。啊，这是办什么？拍这个啥？来。排队没意思，来谁能赢？啊，掰老将吧，我赢了。看看成宇，咱们已经马上就到了啊。看看后边还有一半。我玩这个，他一直战胜不了我。哎呀，没好呢，你别拽呢。啊，好了没有？我拽。又是我赢了。不是，我还有俩。来来。你这是输呀，我不敢给你进。又是我赢了。哥的。我这个真的成了老将了。又是我赢了。还有一点，每次把瓶撕开还能用。哎呀，在这无趣，太没意思了。来，我这。我操！结束了吧，别排队吧，马上到咱们了。姥姥好了，该你了啊。来，哇，看我，给我做。我是第一次做。对。啊。这两个，看多少钱？谢谢啊，一人一个条。别回去，我做了核酸了，我给你拿着点，走吧。哇，你们俩都怎么样？没什么感觉，就是那个在你喉咙哗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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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么长的那个棉签儿，有口酒精味是吧？酒精味。走吧，你们都做核酸了吧？看看我们后边的队伍，现在已经是间隔1米，人好多。我们下个视频拍，拜拜，拜拜。宝子，干嘛？哟，我这个犊子呀！你快点弄，你妈又给你买拉丁服装了。这次是几件嘞？你猜是几件？啥呀？我知道了。我们会经常分享一些拉丁服装。哇，这么多的？嗯。那个黑的没有买啊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次我买的170那样，买的大的，我看上次不太大。哇，这个裙子好漂亮呀！跟那一朵花一样。呀呀！你呀，来继续。哎，它这个跟上面那个黑色的。颜色不一样，大同小异。哪家好看？这次的颜色没有那么艳，还是跟那个紫色的一样，换个颜色。大家说你们想看什么拉丁服，也可以跟我们说，然后我们给大家试穿。呀，来来，在这。妈呀，没给我买那个。哪个呀？是黑色的。那个黑色不是你跳这个舞跳的用的，是这个吧？就那种，
你要跳的话，咱们改天再给你买欣赏。去吧。成语有点飘了啊。这次这个号就是稍微大点啊，这个拉丁服就是不能买呀，飘了。你看姥姥都怎么看你的？这个拉丁服就是确实不能买大呀，我们这次给大家体验了一把，以后买正好的。陈宇，嗯，听见了没有？怎么了？你给我买的黑色还有蓝色的。那个黑色你不是你跳这个吗？蓝色。蓝色没码啦。那你别穿。啊、不行。其他要不要试一个？试那个黑色的。嗯。还有啊，你看我买的跟衣服一样。我退掉行不行？不行。哎，你怎么把这儿给弄扯了呀？没有，它这个就是这样子。好看吗？这个黑色的轴承，这个号170就可以，是不是？嗯。我们大家说还想看什么服装，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些。陈宇，你喜欢哪一个呀？我喜欢呀。大家说哪个最好看？那个是酒红色还是要紫色呀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把你东西收拾起来，好吗？咱看粉丝们喜欢哪一个呀呀呀。拜拜拜拜。